现在这个白天还有两个小时，就是只要处在白天的状态，哎呀，有戏哦！那边还有一个信号塔，那说明什么呢？信号塔它一般都是有救助站的。开局是，哎呀，开局，梦幻，梦幻开局啊，这是梦幻开局啊，有戏哦，有三度。不管他，咱们先捡一下树枝好了。捡一下树枝，哦耶 ！Go go go，Let's go！ 短波发射塔啊，没救助站吗？哇，有两个箱子，哇，围巾，哇 ，T 恤。不错，有围巾跟 T 恤就不错了，穿一下呢。T 恤、围巾，哎，这样我们的装备它就搞起来了嘛，对吧？来，那边有火车，不着急，跟你们讲不着急，玩游戏嘛，千万不着急。谢谢来瓶爽歪歪送的一个大瓶。从这边下去，左边下去，左边下去那边是火车集装箱。这张地图的话，应该是孤寂草地，枯死树苗，这个树枝咱们千万不要打，打了的话浪费体力，这样体力耗费之后我们就会死。这边狼还是蛮多的啊，我们一定要保存体力。谢谢皮蛋瘦肉粥送六的荧光棒，哇，突然好想吃皮蛋瘦肉粥，怎么办？这边走到火车就可以找到另外一张地图，比较不错的地图。帽子溪，帽子溪，看看这个草堆有没有食物吃啊？草堆有食物吃吗？谢谢南哥送的六六大宝剑，谢谢南哥。如果这边我们能找到香蒲的话，就可以这个吃香蒲了。香蒲还是比较不错的，香蒲它有香蒲的茎干，有香蒲的阴茎，还有那个又可以烧又可以吃。谢谢白白送的六六大宝剑，几天了，十几分钟吧。他这游戏天数过得很慢的啊，天数过得相当慢。好，这边我们找到了香蒲。采点这个茎干跟这个香蒲顶，又可以烧又可以烧又可以吃。这个草多捡一点，这个是食物，多吃点草。等会儿我快冻死了，没办法呀，这只能先冻着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在找房子之前，我找到食物给它采一下吧。那吃的我不采吗？对不对？前面有个火车，我去火车那边，火车那边躲避一下这个暴风雪，躲避暴风雪啊！能点火吗？可以点火，当然可以了，怎么都可以啊，还可以打猎呢。这游戏前期的话最难，因为前期呢你是猎物。在后期你是猎人，后期是非常无敌的啊，非常无敌的。赶紧跑到火车那边去，不着急，周围应该没有狼。这边上面有很多薄冰层，就是在这种大冰层走路的时候千万不能跑，跑的话可能会冰层会碎，掉下去死定了。我们上火车吧，哇，煤炭煤炭，哇，信号弹煤炭，哇，羊毛衫，
那今天是我们可以暂时在这边过个一过了。羊毛衫，这个羊毛衫比这个 T 恤会好很多，好用很多，但是只有这几件东西，我们看看周围还有东西吗？在附近捡一捡吧。我们没有东西可以生火，煤炭，这是树枝，看看能不能捡到什么，在附近的这个火车这边，还能捡到什么呢？都翻了呀，这火车。哎，这边有东西，哇，它全都是罐子。这火车上面呢？哎，那边倒是有东西，我看到了。那边有东西，我从那边绕过去吧。那边我看到一个箱子，那箱子可以开的。啊，木炭。哇，番茄汤，操了，运气不错哦。空的箱子，废金属。这个 BGM。行吧，我们现在赶紧进车厢吧。天太冷了。进火车车厢，完了我生不了火。我生不了火呀，生不了火的话，啊，我现在必须得走。如果我用信号弹来生火的话，信号弹可以救我一命。为什么说信号弹会救我一命呢？信号弹它可以赶走狼，我不能用使用信号弹生活。赶紧走吧，我在这里待的每一秒钟，多待一秒钟就多一秒钟的危险，所以说一定要往前走，要找到一个真正的营地，找到一个真正可以睡觉，可以让我睡觉让我休息的地方。暴风雪没办法呀，如果你待在这里还是会暴风雪，还是会掉雪。现在争分夺秒，一定要往前走，没办法。这些4864送的大瓶，继续走，前面有狼，狼就需要运到我们的信号弹，只要用信号弹驱赶狼，我们就能活下来，就能活下来。只要给我一分钟，给我一分钟，我们手中呢先拿一个信号弹来撞个羊，哦，不撞个胆。如果有狼冲过来我直接开。这个信号弹真的是保命的东西，我刚才在火车箱里面找到信号弹的时候，我整个内心我都燃起来了，这些无所畏惧。不着急，前面一个隧道，我们穿过这个火车隧道，我们应该能找到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让我们睡一晚。我现在状态76，冻快冻死了，肚子也有点饿，等会吃点东西吧，找到温暖地方再吃东西，继续走。这些4864送大厅，要死了，不会的，相信我，相信我呀，兄弟。好好好好，火车隧道，火车隧道，仔细听听看附近有没有狼的声音，狼或者熊。好，进隧道吧，没问题了。我听到狼叫了，应该很远。
就知道离开孤寂草地。哎呀，这个孤寂草地特别坑，这些个地图特别坑爹。我要是重生点能重生在沿海公路的话，那就好活多了。沿海公路是最好活的一个地方。神秘湖这边一直向右走，应该能找到一个房子，让我住上一晚。我操，这边-21°，我去你妈，你全家了个香蕉皮。不要来狼咬我，千万别咬我，狼哥。有包。嗯，有包。哈哈，我火柴，我操，漂亮，可以生火了。走，狂奔狂奔，好开心哦。为什么那么开心？啊，走吧，回一下体状态不好，跟着铁路走，跟着铁路走，前面有房子的。这个地图我记得特别熟悉，非常的熟悉。好，要找工具，如果能给我一把斧头就好了。如果有斧头就好了。哎，我的妈，如果找到房子，我这第一天我算是顶过去了。至于第二天跟第三天，就是说像这样的生存，你每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久了，都意味着你要死。一个小营地它只能给你带来一天的存活量，所以说每天都要行走，每天都要找，每天都要想办法活下来。我操！狼哥，狼哥来了，狼哥来了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我有点紧张。因为狼哥呢，有时候你打信号弹他也会咬过来，看情况。进行入戏太深，送的66大宝剑，看他生不生气。我先跑，我先跑，我先跑。下面，房子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。办公室，抽屉，钩子，有鱼钩，但是没有鱼线，哇，有点红，看不太清楚。急救包，哇，抗生素，哇操，不错啊！抗生素可以阻止感染，也可以阻止这个。一些小疾病，发烧啊，感冒发烧啊，发疯啊什么的。哎，荒野厨房，读这本书会提高烹饪技巧。嗯，需要读10个小时啊，不需要读5个小时。嗯，收音机，大肚炉。能搜到点什么东西？没有发电机吗？这就都荒废的东西，荒废的地方啊！磨刀石一个，磨刀石，我开罐器一个，我咖啡罐，我咖啡是不错的，咖啡这东西非常的不错。我信号弹快没了，
每一个地方我都不能错过，每一个角落我都要仔细观察一遍，说不定哪边就有物资，有吃的喝的装备什么的。架子、抽屉，再拔个抽屉。哇，睡袋！哇操，运气不错哦。柜子，啊，我们生个火吧，用信号弹来生火吧，生火的几率是60%，生吧。几天了，几个小时吧，还几天了呀？这游戏过得很慢的，时间过得很慢的。我这么说吧，你要存这么晚的话，一个小时一天。谢谢恒宝宝送的六六大宝剑，不休息的话，一个小时，限时一个小时才能活一天。漂亮，生起火了，这个加点树枝，再加个冷杉木啊。我们先这个搞个1公升的水喝一下啊，咱们化点血。谢谢亲家灰太狼送的六六宝剑，再煮个1公升的开水，用一公升的开水，然后再来煮一罐咖啡，再煮一罐咖啡喝。好，煮一罐咖啡，然后咖啡喝一下，啊，100点卡路里，来恢复一下这个口渴值。再煮个2公升水吧，多搞点水喝。再烧个2公升的开水，差不多，应该能烧得完。好了啊，咱们喝个水啊，然后再吃一下这个香蒲的阴茎啊，把阴干、茎干啊，吃点草根子。谢谢 BA 送的了宝剑，这个草根子要吃，吃一个草根子150点卡路里。非常不错的，你看我捡的这些东西啊，捡的就比如说捡一罐石尾才300卡路里，它不如这个，虽然不是很好吃，但是也不错啊。啊，我们刚旁边刚好有一张床，我们睡个大概，8个小时，睡个8个小时到天亮，然后我们看看附近有什么东西可以搜的，那真浪费啊，这怎么浪费的？啊。没饿就吃，卡路里它是存起来的，知道吧？卡路里啊，它会消耗，什么吃把它吃满都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丢个信号弹，黑夜还有1个小时，精神抖擞。我们现在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我们消磨2个小时时间。谢谢末日大总管送的六六大宝剑，我们必须得天亮出去。啊，行，天亮了。行，我们这个时候，哎，啊，这两个抽屉已经被我摸空了。哎，好吧，看看床底有没有东西啊。这是我刚刚丢的信号弹，引燃尽了。罐子里没有东西吗？没有关系了，我们出去吧。啊，肚子有点饿了，我们再吃一个，番茄汤吧。番茄汤使用那个开罐器，它的开罐器是我们刚刚捡到的。其实这个屌东西没什么用啊，开罐器没什么屌用，我觉得吧没什么屌用，垃圾东西。这个衬衫咱们给它撕了，撕成一些布料，撕成布料用来做其他衣物，多余的一些垃圾的一些衣服可以给它撕掉。好，咱们也有火柴也有睡袋啊，咱们可以出去浪了。现在啊，出去浪一波吧。边插的摸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出来吧。现在可以浪了，我感觉可以浪了啊！出来看看，
哎，我的妈！哎呦我操！等一下，嗯，我捡一下草吃，看看有没有金蛋。就是一个草上面有一个草上面好像看一个东西被绑起来的，那就有东西了。哎，没有食物吃啊，吃点草，找点草。哎，后面有吗？路过了，看这个草尖尖，看这个草尖上面，看草尖，没有啊？哪里有？你们看错了吧？这么多草的话，应该是有的，它应该是有的。看草的顶端，哎，草的顶端。好吧，前面有狼，我操，我不去了。你妈，我差点跑快了，我去。出门那边有啊。有吗？我操，我又寒冷值他妈又降低了呢。怎么没有草吃？我要吃草啊。哎，找到了，这边。那你看这样香蒲，它很短，你看前面像个龟头一样的东西，一个是150卡路里，我捡了三个就450卡路里，多捡一点。I say I hate being cold, because I really do. 怎么感觉主角要疯了？这边前面好像还有两根。对面好像还有几根。你找找吧。我操，都没有，都没有进那个屋子吧？进钓鱼小屋，钓鱼小屋如果能找到鱼线的话，可以去钓鱼。哎，那边，哎，我操，那边好像挺多。没关系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周围有没有狼，然后再看。我那边三个屋子，每个屋子进去看一下。天气有点冷，我还要生个火，等会儿还生个火，生个火烤一下身体，不然的话再钓些。掉得太快了。哎，报纸，信号弹啊，我们有信号弹就不怕狼了，有信号弹就可以了。最起码这个时候我能把狼赶走，这个钓鱼冰冻，到时候搞点东西去钓鱼，还是得钓，不钓不行。哎，有，这边有，我从很远的地方我就看到这一根了，我的眼睛是特别尖的，跟你们讲，特别尖的。捡一点，这个东西有多少我要多少，这些供暖送大一点，不然等我饿死了，现在快把我冻死了，我操，哎呦我的妈。我再仔细看一看，前面还有，好吧，没有啊，咱们再看看这几个屋子有什么，根本饿不死。这边好多草啊，我吃草我就可以了，要是没有这些草我就饿死了。挖火影旧木材，你是不知道这游戏饿人饿死的很多很多，饿死的而且很惨。我前面这边有狼，还不止一批，好几批。啊，感觉有点危险，我先去那个，先去最靠边的那个吧，
因为这边有一盏门，这边有一盏门可以关门，我等会关门，然后即使我就休息个一两个小时也可以的，因为我必须回一下体力，回一下血量什么的。有草啊，不急不急，等会搞，我现在掉血掉的有点疯狂，63滴血了，那边有狼。哎呀，这个暖一下身子，可生个火吧，快冻死了，这已经快冻死了都。哎，冰上钓鱼，补5个小时。等一下，看个书吧。哎，针线包，这个东西可以了，这个东西可以修装备，可以升级装备用。这个点根火柴，生火几率60%。点个火柴，嗯。先烤烤吧，先烤烤，不行了，已经不行了。Come on, little fire. 第几天了？Are you serious? 活了10几个小时吧，一天没到。虽然一天没到，但是我有信心活过3天。60%的几率，看运气了，看能不能捡着。还没死啊！哎呀，我操！我有那么容易死吗？开玩笑了，你仿佛在逗我笑。爷妈要真死了就奇了怪了哟，兄弟，兄弟，大布鲁，来放点旧木，再加个这个雪松木炭 ，OK， 趁现在这个温度慢慢往上涨的时候呢，我们读点书吧，读钓鱼呢，还是读荒野厨房呢？读厨房吧，读个5个小时啊，太冷了，没办法专心阅读。那好吧，我铺个睡袋。睡1个小时。再起来读个书啊。加点煤。我这么多煤我他妈读不完啊。我操！先恢复点卡路里再讲。3天稳了吧？不一定啊！我跟你爸现在什么工具都没有，以度过冻伤风险，不要被冻伤。差不多了，存了2000多的卡路里，可以了。我们再读个书，读《荒野厨房》，读5个小时书，读书然后状态全部下降了，寒冷值降的有点高，这时候再吃一点，可以出发了，拿一个睡袋，把睡袋拿了。这边几个屋子开始搜啊，我们拿点这个去找点这个草，拿点草。哎呀，这个草啊，我的妈呀，这么多草长一起，我真不好看。哎，有了，我还是要死，是吗？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我他妈血怎么越来越少？我都冷得发抖，至于吧？就2根草可以吃。我靠边，那边还有一个小屋子，我进去看一下。不急，什么快死了？不可能死的，死是不可能死的。不急，还有一根。香蒲，不急不急，只是有点天气有点冷啊，天气有点冷而已。
无所谓的。温度回满再出门，那就没有水，没有吃的了，没有吃的，没有喝的了。哎，这边一个小屋子，小别墅。哎呀，哎呀，背包。我操，这小屋子什么屋子都没有啊！猪肉扁豆，我想吃猪肉扁豆。左边还有草是吗？我错过了两根吗？我出来看看。没错过呀。走吧，不能为了两根草啊无限在这边找，那样最浪费时间了。看不到就算了吧，只能这样了。千万不能回头啊，回头就要死啊。我血也不多了，血也不多，水也不多。回体温，唉，我的妈。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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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追我，别追我，狼，别追我，别追我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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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，等一下等一下。哎呀我的操了，浪费浪费一根信号弹。耶妈，这个狼我哎真的是怕呀，我怕他扑过来咬我，他居然没扑我。来个收纳箱，收纳箱，拿一点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嗯，这么多床，你们居然没东西，没物资啊！我操！我既然拿了信号弹，我就走吧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不能逗留了。我要回到那个小营地。哇，有背包，冰封的尸体，收一下物资。啊，惯了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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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他走了，哎，个逼！我的妈，这他妈都是空的，你妈都是空的，你做这个干什么呀？我去你个全家！赶紧跑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！去那个小屋，哎我操，三个小屋子！哎呀我的妈，发财了！哎呦！给点东西吧，给我把斧头，给我把刀。给我刀啊，我去，给我把刀啊，捡到把刀都好啊，有刀的话去捅狼，妈的把他捅死，捅鸡巴，捅捅 BB 弹，捅他全家。谢谢鼠儿大大送两个大瓶，搞得我很焦灼。哎，有草沙丁鱼，我去，不错，沙丁鱼罐头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嗯，哎，好吧，再去旁边看看有什么。焦灼，哦，焦灼。我焦灼，塑料，
然后再拿点什么呢？拿点什么呢？哇，什么都没有，我这什么都没有啊！这个运气，我需要在信号弹燃尽之前，我必须赶到那个小屋子。信号弹燃尽之前，我信号弹还有多久？37%，37%要赶到那个小屋子，不然的话我就要死了。因为路上会有很多狼。这是我们的赵鑫送的大笔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37%的信号弹，现在血量是45啊，45，够够够。神秘湖西通道，西通道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通道是通道，我想想，西通道是不是通到沿海公寓？哦不，沿海公路。哦，西通道是哪里？深谷吗？水贝就在这里，神秘湖这里有水贝，水坝，有水坝。等会我靠右走，然后通过西通道可以到下一张地图。我只要能到沿海公寓的话，什么都可以做了。沿海公寓不，沿海公路，沿海公路是最他妈容易活的一张地图，一张地图直接一波飞。这个游戏最高难度最难的就是起初的几天是最难存活下来的，因为你什么都没有，什么物资都没有。越往后的去，你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缺，缺什么直接打就可以了。我操，我信号弹要没了，到了奇迹了，你妈奇迹了！如果这个时候来一头狼，我就死了。但是不可能，不存在的，狼现在不可能咬我。一般狼的话是定点刷的，右边、那边、左边，我都记得位置。够够，哎，草堆。如果现在有狼咬我，我剁掉，我跳楼自杀。跳楼自杀。对，这就是原来的位置啊。因为这个地点为什么在这睡觉呢？我在那边睡觉呢。这边睡觉特别好，因为前面还有一个好几个搜刮点，我都要去一下。但是西通道是通往哪的？西通道是通往，哎，不知道是通往哪一张地图。要是我知道通往哪一张地图就好办了，我直接从西通道走。哎呀妈！但是我这边需要烧点水喝。生点火。水坝那边走是沿海哦，从水坝那边走是沿海公路。是沿海公路，走过了是灯塔，然后加船。对对对 ，Come on！ 只要我走这个路线，肯定是没有错的。先把火升起来再说。Come on, little fire！ 快点火！34滴血了，我操了！快点火！起！起来！起火！这些除了大大送的两个大瓶，快起火！OK！ 牛逼了！哎，起火成功，荒野厨房给它烧了吧。哎呀，这有点尴尬，这个到31分钟，1公升的水。Need to find a place to rest。然后再加一个煤，再加点煤。然后再烧开水，
能烧一公升的水啊，这个让我很焦灼，真的让我很焦灼呀、啊。再烧一公升吧。好，再烧一公升。地下室不是这个房子。OK， 哎、啊。这个消耗弹，先喝满这个水，然后再吃点，再吃个猪肉扁豆，猪肉扁豆恢复600卡路里。然后趁着就是还有灯光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事情能做的就做了。我们这边我看一下啊，低温症。我把这个羊毛衫给它修一下，羊毛衫给它升级一下，我一定要把这个体力给用完，不用完的话有点浪费了。啊，行，修理成功了，现在是不错的羊毛衫，0.8的温度，0.4的抗风。白天还有一个小时，白天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因为只有白天才能读书，白天才能修衣服，我们读一个小时。好吧，太暗了，没办法阅读了。然后咱们睡个11个小时，直接天亮，天亮就走。OK， 存活了1天12小时哦。哦，哎，我怎么脱水了？我们42滴血，穷凶极恶，我的妈！我要不脱水的话，血灰满了。那应该我睡5个小时，然后再吃一下，再喝一下，然后再睡，然后再睡。妈，一次性，我的妈！啊，这是最后的几根呢？最后的几根了，没有食物了。我的妈，复试再说。继续往前走了，就是这把有点尴尬的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碰到狼，可能就要死了，因为没有信号弹，没有信号弹，谢谢苏草，没有信号弹，狼就赶不走，赶不走的话，那肯定有点焦灼呀，我去，有点焦灼。房子早搜了呀，这边往前走吧。啊，这地图我记得比我家还熟悉，怎么走，从哪边走，有什么，哪边有什么，有什么东西我都知道。但是物资都是随机的了，就是你活的话看运气吧，你有时候你妈那就给你一些垃圾，然后呢再加上你刚刚那么小，刚刚又暴风雪啊，刚刚又天黑啊，或者刚刚天气不好啊，或者又熊又狼啊，刚好在你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，它淹了你，然后你并且中招了，然后就死了。有时候就那么巧妙，怎么说呢？感觉很奇怪。那么现在这个在这边往，如果说现实生存的话啊。有路走路，有铁路走铁路，有电线杆走电线杆，不能靠山走，只能靠路走，啊，反正游戏当中呢也是同样是这个道理，但是呢，这个，哎，这边脱轨点的话，应该可以找到更多的物资。哎，尸体，我操，空的，急救包呢？抗生素，又是一个抗生素，消毒剂，哎，不错，有了消毒剂之后，我们可以，就算被狼咬了，可以清洗一下伤口。啊，羽毛拿一下，乌鸦羽毛。哎，但是这东西有点少啊。
有点少。进一下车厢。我操，车厢里面居然是空的。收纳袋。OK， 往前走吧。我们能活下来吗？我们到底能活下来吗？啊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还有39滴血。还有39滴血，能不能跑到我理想中的目的地呢？前面有一只狼啊，我们靠右边走一点。哇，要是被这个狼哥咬了，肯定死了，我肯定死了。借空城送66大宝剑，只要狼哥不咬我就可以了，一切都好说。只求狼哥不咬我呀。靠边靠边靠边，没跑反，没跑反。跑反是不可能跑反的，地理学家，职业地理学家从来没反过。存一下体力，这样留了一半体力应该是可以了。如果这狼来的话呢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活下来，一定要活下来，不能让他咬我，不能让他咬我。这边靠右走是山林，左边是这些我们的龙哥送大瓶，前面有只鹿，前面有只鹿。这左边是那个有个山的护林员吧。冰封的路，只要能活过三天我就满意了。谢谢爱雪爱痕送的一个袋。继续跟着铁路走，没错，其实只要跟着铁路走就可以了，只要跟铁路。前面左拐是水坝。 OK， 这边大水坝，水坝里面有狼。唉，狼可能在一楼就有，可能在二楼就有。谢谢剑送的那个宝剑。如果等会，哇，那门口就有狼，我操你了，要死啊，我感觉要死啊，不对劲啊。这里有根树枝，再进去吧，那捡根树枝到时候生火用嘛。啊，进水吧，我操，29滴血了，现在一点状态都没有了。先进去看一下。卡特大对解救兵油壶。哇，1.2的灯油，我操，1.2的灯油啊。我就怕现在这边有狼，这里面是有狼的。我就怕这个，其他我都不虚，其他真的都不虚。哎，我的，我操，我是那个狗啊，我操。睡袋睡袋不睡袋，睡一个小时。起来，别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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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漂亮漂亮漂亮。这是很好吃。解除了小迷弟送大瓶，我操。因为刚才没有体温了，没有体温了，我想打一下板条，这样回体温。打板条可以回体温的，但是我没有注意，没有血量。太黑的地方我会打一根火柴，这样子。拿下保险柜，还能搜到什么？搜点东西。左边都是空的，
悟空。这，我目的明天玩。哎呀，我操嘞！我他妈的，我开了六个箱子，一个都没有，我生气了呀！点个火柴。拿睡袋。好了，这下面我不敢下去，下面可能会有狼。真是蛋疼了，急救药箱、针线包，有灯？哪里有灯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哪里有灯？有灯，书本，左边。书本，哇，设计指南书，工作台，哇，哪边有灯呢？我的天，坏掉的金属灯具，这个，外面吗？ I need anything right now. 我简易工具箱。我这样好浪费火柴啊！哎，找到了！我操，有灯就好了。妈的！哎，终于不用点火柴了。我的妈！我世界一片明亮，感觉好爽。收纳箱，我都要饿死了。没事。哎，火柴有十二根，可以可以。花茶，有油，我有油。我刚才捡了，就是一进门我就捡了1.2公升的那个灯油。啊，那么多灯油，怂个毛！谢谢我们的 EDN 送的66大宝券。我最后十滴血，最后十滴血。里面有狼，我去不去？我想一下啊，他有时候狼随机刷位置的，狼不一定在那边。我先把灯灭一下，吃点东西。我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开灯，这样还是浪费油。喝点水，吃点东西吧。保险柜还没开，我的妈，开点保险柜吧，快饿死了，我操，我快饿死了，没食物啊。吃完了这个草，我这是靠草活到现在啊！这狼随机刷位置的，这狼，你回不回血？狼碰到你就是死。就是说我这么给你们分析一下啊，给你们分析一波。我如果下地下室，活下去的话，我下地下室能摸物资，我就活两天，我就能至少能活两天。我如果出去的话，出去狼更多，出去狼其实更多，碰到了还是死。啊，不如拼一把，富贵险中求。一些邂逅送大瓶，在我没有反击装备的时候，我只用双拳的时候。哎，疼！等一下。好，漂亮，别急，慢慢来。
谢谢我们的爱心宋大平。这物资怎么这么少呢？什么都没有的，最高难度啊，就这样喽。慢慢调一下，慢慢调。好嘞。几天了？一天。好漂亮，二号锁开三号。再开多点，以后碰到保险柜不要让我开。哎呀妈，气死我了！这保险柜，要不这样子，富贵他妈的险中求，直接出去干他妈一干他妈一波啊！啊，如何呢？富贵险中求啊！对吧？要不要出去干干？我想一个办法，是出去干，还是在这个地下室干？在地下室干，这里面物资很多的。这里面要有狼我就死了，我就十一滴血。下去干还出去干？下去这地方这水坝很大，特别大。下去就死了，那不下去出去也不行。拼了啊！他妈的，富贵险中求，冲！有狼我就跑。富贵险中求。一天一天。他们还没反应过来，我正刚准备跑，我你妈还就守在门口，走在左边，我操你个全家。哎呦，算了算了，输了输了输了。哎，我发现是不是你们有些人故意怂恿我呀？我看到弹幕就说下去，主播下去干，不要怂，怂太垃圾了。哎呦，我的妈！我真的是日了狗了，我操！我真的是日了狗了，我操！哎，真的是要死！还来一把，都12点钟了，明天再玩好吗？好吧，谢谢黄山烧饼送的乐乐宝剑，明天再玩吧。啊，明天再玩。想明天接着看的可以点一下右上角订阅，点完订阅之后以后主播直播呢可以收到主播的直播通知。这是以前的存档，以前一个20天的，一个15天的。以前存档吧，怎么说呢，太牛逼了，不想玩啊。就是怎么说呢，因为这个游戏吧
怎么觉得呢？怎么都有了。再来一把。哎呀我的妈，12点了，明天再玩吧。啊，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吧。啊，明天再来。这个明天再玩吧。好吧，明天再玩吧。点完订阅之后，想看的时候过来看一下，不想看的时候关掉窗口就可以了。我从下午直播到现在啊，一口饭都没有吃啊，一口水都没有喝啊，对不对？又不是每天都直播，每天都玩呢，对不对？明天玩好吗？好吧，明天玩。撸撸，哎，不玩了，受不了，今天有点累了。点完订阅之后，以后想看的时候过来看一眼，不想看的时候关掉窗口就可以了。好，大家拜拜，晚安，拜拜。